请家长陪同，因为这个有安全的疑虑哈，务必请家长陪同，也就是说家长一定要买票哈。那如果说要售票的，请到我们的售票处。那一天今天就限额150名哈，所以数量有限哈。那请我们的家长务必将你的小朋友啊护在旁边，以免做穿越轨道的动作哈。